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牙齿啊，牙齿是一个人的内学堂啊，代表一个人的这个修养和脾气的秉性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牙齿，如果是长短大小不齐啊，整体的牙齿呢呈现这种锯齿状啊，这个齿形呢在相学当中啊称为狗齿啊，狗齿，你看像这种锯齿一样的。那么这种牙齿的人呢，脾气比较大啊，性格古怪啊，比较暴躁，很难跟别人相处融洽啊。不论是作为伙伴还是作为朋友，都不是很好的选择啊。那么也因为如此啊，贵人运呢也是非常的不好啊，所以说运势极差啊。一生当中呢，就算是有所成就啊，也会遭遇巨大的阻碍啊。如果是你是狗齿啊，建议把这个做一些什么啊，牙齿的。尽早的做一些牙齿的手术啊，进行调节啊，这个把牙齿箍一箍啊，这个调整一下，同时改善一下自己的脾气啊，那么跟人相处呢更加包容一些，运势呢自然会上扬啊。这个就是牙齿为什么很多现在牙科很流行啊，因为现在人呢天生牙齿好的不多啊，那大多数都是通过矫正啊。我们说美国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的牙齿非常的整洁啊，非常的亮，非常的白啊。那么他们很重视牙齿的这个矫正啊。牙齿的矫正从这个面相角度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可以进行一些微调或者是一些这个戴上一年的牙套是可以把这个牙齿进行矫正的啊。好了，有关这个牙齿的风水就分享到这里啊，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我们下期再见。